大陆的健检首发团在昨天抵达台湾进行电脑断层的健检。台湾的 PET 正子电脑断层健检做得好不好？刚做完检查的北京肿瘤医院医师张山文表情显得相当满意。介绍我的患者，或者是其他朋友，这个方式很好。头一次到台湾来，也是第一次做 PET 检查。张山文特地从北京来台取经，不止安排了健检，还额外要求参观放射治疗仪器、电脑螺旋刀。这次 PET 首发团有29人来台，其中17位成员安排做 PET 健检。PET 是早期诊断癌症的利器，也被视为台湾发展高阶健检的利基。到目前为止，我们大概已经有28000例的这种病人。你可以想到，一个读了28000例的这些医生，他经验一定很丰富，所以他的伪阳性会减到最低。这趟观光健检之旅，北京的健检中心也跟台湾医院签约，希望透过合作模式带来更多大陆健检团，预估明年大约有7500万元的商机。医界人士保守认为，要打响台湾优质健检的口碑，前几年可能比较难熬。前天新闻黄淑芬、徐玉柱 SNG 小组台北报道。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年代午报，我是秦明谦，我们再会。